听，现在很多女生都希望自己的另一半长得高大威猛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女生需要的安全感。世界上就有一位这样的大力士，长得人高马大，却没想到有一个1.5米的娇妻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布扬松是冰岛著名的大力士，他从小便练习举重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便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力士。他参加过很多国际性的大力士比赛，赢得了不少辉煌，拿了不少奖杯。后来这位大力士还进入了演艺圈，《权力的游戏》中饰演剧中的魔山，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。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力士并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力量训练，对饮食等方面的控制和要求也十分的精准。经过自己不断的努力奋斗，终于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大力士。前段时间，这位大力士的娇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嫁给他自己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，生活十分的充实，因为这对情侣的体格差距是太大了，所以受到了网络上很多人的关心。好啦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评论哦。